壶，一壶。小虾。谁说我打的更凶？吃饭了呀，刚没多吃。他以前打世界杯，以前都没有签证的，十年前。然后他之前第一次去美国有一次，第二次去美国又有一次。我有三个签证，我第一次有一个十年前，一个第一次去世界杯。吓死我了！我操！我以为我要凉，走不了。凉了。哎，这也不关我事。你们是个后花，要跟那个是因为就你们是拿屁签进去，知道吧？里面我是拿背影吗？我问问你们拿教练上吗？教练上。那小腿上吗？小腿上吗？教头上。教。还要问你们。就我上去拿背影。我上去拿铁拳。他说可以拿国旗拍照。我不敢呀，一会儿。我铁拳很厉害的，我一直看欧尼的历史的，然后我铁拳就是现在有0.5欧尼的。干什么啊？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叫一下拜拜吧。心疼一个人，就你们了。哇！没人给你道别。他们好无情啊！他们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没事啊，我就这样走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拜拜拜拜！等我们好消息。拜拜，我们就马上回来了。我们要是小组没出现，那就我们万一小组没出现，我们就罗文杰就当场退役。啊，真退役，真退役，真退役啊！录下来都记录下来了啊，我们很计时的这个纪录片。到时候欧一良说脏话，我也不帮你逼掉了，我直接放出去。小组没出现，先哭。教练，你累吗？特别忙，再也不想那种了。好久啊，我操！你看他的好不好？我才会两三个小时而已。不愿意来美国。快拿行李。啊。我们要坐几个小时？才一个小时吗？不堵车，一个小时。你们有点久哎。我在等你哦。少那么人。问了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一直都在问，然后我不会英语，他一直问，一直问，然后等到下，然后他让我走到一边去等着，然后。等到下一个中国人帮我翻译的局我才进来的。我操，你太惨了！我感觉到被拒签了那个时候。欧以良的行李还没来，为什么你行李这么烂？小心点，行吗？你累不累啊，宁佳？不累。哎，你飞机上睡了吗？睡了呀。不是叫你别睡吗？让你憋到酒店再睡。后面才睡的。因为我知道你是我是主角。对。我看一下，你就填龙狮什么一翠基地，随便填都可以。你写你家地址。哎，我帮你，可以成都也可以。去年的我都扔了。怎么这么扔了？没个包包。我操！你喜不喜欢？这个不是我家的垃圾，你知道吗？你干什么？教练，你看看看看是什么东西？我完了，这个脑子烧毒了。干嘛？他干嘛了？你把这个屏幕往上抠。小孩子干过这个，算了。你打开看看呗。打开看看呗，拍个箱，来现场拍张。嗯，还有那边的帮忙的，就拿着自己拿一个哦。我们已经开始拆了，哎，你们来看教练拆箱。这不太好拆，感觉。我觉得应该是个魔杖，还有两个人没拿，你拿了吗？没拿。拆不了了。小兄弟呢？太找我了，你找的。你有没有938的吗？938呀。938，一虎跟你一起做。一虎是好兄弟。换不换？不换什么好兄弟嘛。东哥一虎是一家呀。对呀。Q 是吗 ？Q 是单间吗 ？Q， 我跟教练。应该只有我是单间。我跟 Q 号。
但是我想跟艾琳。哎呦，搞这么久，快一点，足一点懵逼。单机。他想，他想谈恋爱。他单机，他是跟，他是跟雪是单机。他跟艾琳一间的呀，他本来是。他现在跟艾琳是相对的呀。教练啊，不是顾雪，你愿意把你的单人间让给主教练吗？这不是在，这不是在道德绑架，很道德绑架威胁。教练，这不是在邀请，这是在威胁。对，双人床，你怎么说？快点！不是双人床。那现在怎么说？现在房间？教练先给我，我跟阿里先一间。那你再陪完我一间吧，教练跟客人。其实你们那个房间里不能抽烟哦。739，你是739吗？我睡得比较晚，对啊，739。那就明天早上点。我说了，明天换了，不能一起住。那不要换就去换。另外，欧教练904，欧一良，欧一良，喜欢房间吗？狗血精武，客人哦，客人哦，你帮他每天抓抓头发。出来，好的，来帮你抓，抓一下。好累，好累，有点累，感觉没有走。好吧，很漂亮的。走吧，去吃饭吧。走啦。兄弟，你怎么回事？今年头都没洗呢，我怎么？那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睡觉闹钟没割吗？是吧？是吗？我们通过美签的螺丝令，终于怎么样？有什么感想吗？终于通过美签，当时有没有当场哭？我哭惨了，我跟你说，跪在地上哭，然后工作人员问我怎么回事啊，然后我又哽咽说不出来话，然后我回去就把我所有的心情融合成了四个大字：什么？美签过了。真的？跟包包一样？放屁呢？哇！牌子是一样的。你是个小骚猪啊！你家这是什么龙门刀啊？啊，你也是个小骚猪啊！你两个都是猪啊！你来高的几个过来 ，kill kill！ 哎，大动作快啊！三再来一个高的！再来一个高的！再来一个高的！艾琳啊，艾琳竟然能排到高的里面。教练，你记得收腹，你的肚子有点大。教练，这个肚子有一点哦。哈哈哈哈哈。因为没有钱。对。孤雪杯，以后就是孤雪杯了。你们三个过来。不就是全来吗？上去上去。你在这边，站这边。往右边移一点。孤雪站这儿。我把罗文杰 C 位。哇，罗文杰 C 位了。贴你们的胸，枕头床贴上，贴贴两个就对了。不是，他们到时候里面穿一件就不会露点了。这个可以，好吧，他妈真的，哇，我不是生气，你再给他试一个。好了，是来自中国队的艾琳，在队里打的是 DPS 的位置。哦，哎哎，小姐，What attributes are you guys doing as a team to build chemistry and team bonding right now? 在现在的队伍里面，你们有什么化学反应吗？就是队伍和队友。队伍里面虽然一个月不到的时间，但我觉得大家相处都挺融洽的。是来自中国国家队的 Evoto 李先耀，我担任的是中国国家队的辅助位。What makes Overwatch World Cup so special?对你来说，世界杯有什么特别的点？像就相比去年的成绩更好，更进一步吧。首先感谢粉丝们对我们国家队的支持，然后爱你们。东哥，这个你明天会带着这个上比赛现场吗？估计会吧。哇，我帮你先找药，先找药。走吧，走吧。欧以良，欧以良，再来一次沙洲奔。啊？他这个挺厉害。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哎呦。哎呦。
你不是恐高吗？然后那小乐是在这种可乐区，又是这里的。这是干嘛的？不是看比赛，是。这是欧洲圈啊，对，奥地利，这个国旗，这个是新西兰，他们俩国旗好像差不多，还是完全一样，新西兰跟澳大利亚的，那不是假的，国旗差异太大。哎，看了半天。奥地利在说新西兰，看了半天，他妈看的不是一个队，对，哦，怪不得我找不到 PK 了，这个是他们。我操，信条出现了，群里发了，还给发了个文件。这个点信条还在，肯定是这个模式。这个点是哪个点？他在看比赛，我让他看比赛，哦，记阵容。哦。两点钟啊，这个点还好啊，这不是我们正常的时间吗？这个点是中国的2:16，这是我们在熬夜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在怀念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在看怀念的时候。对对对，我操，江林刚才不被录下来了，哼，完了你啊。那个没有声音的吧？有的。哇，好啊，赶紧删了，赶紧删了，100块封口费。对面拿狙直接换了什么90刀的法器？90能量的法器。学到没？每次都是东东不让我换，跟你说一个了。及时换，知道吗？然后拿火箭弹幕打墙，他妈狗打墙。狗打墙，你原来不光铁拳打墙，你法器也打墙啊？打。狗墨啊！一狗。好了，我明天就说小兔说。欧一良说的，欧一良说他是一狗。小兔说，天天打墙。欧一良说的都是欧一良说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操，还有双狙这种东西吗？我们打黑影铁拳是你打黑影还是你打铁拳？我打黑影，你打黑影啊？天王铁拳在这，他那铁拳能看吗？哇，肯定他打黑影啊。我们队有一个那个外国的那个助教，啊、他天天夸欧一良，他说欧一良是全联盟最棒的铁拳。哇，就我们那个 carry， 那就对了。对 ，carry shot 啊。时间这么久呢？对，那种毛绒的熊猫摄影。还尾巴那种，你不推？好远啊！而且他还不报销的，我们自己 AA。是多远啊？打车20多刀嘛。东东 K 八八，嗯，杨小龙。跟杨小龙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在污水镇，然后阿蒙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来我坐下，我走呗。我点个汉堡。我等一下帮你们点吧。我怎么就有问题啊，兄弟！徐哥，你有那个出来？他们是个打破的，你换掉我操！泰尔斯都不还不给人家泰尔斯都不带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还要泰尔斯在里玩？是这个，是这个屏幕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再对，来再对一次。哇操！能不能行，兄弟？哇，你有准心吗？我操！我操，这准心，怪不得敌人打不过人。哇！七梭子中了，这是国服第一天死，有没有？我操，这个半截好吗？不是，这个好难打啊！下压，不要横着打，你两个头往下压。不是这个，不是我转型的问题，这不是我打不准，是这个，是这个屏幕有问题。我第一天死了，这屏幕有问题。这是有更好笑的吗？哇，本来你队友这波赢的，因为你在后面打那个黑板上打了半天，我操！哇，是这个，是这个屏幕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都很正宗。我也是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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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他跟我们叫一动墙。就像我，左边有个谁啊？没人场面了。没人了，场面了。可以开庆祝大了。我这开始死人看到你了，你早点回到正面去。我把这个当开门。他这个黑影，如果你不去正面，正面一点伤害都没有，就没得玩了。我抓什么？我觉得正面也不能上了。你可以没事锤一锤，然后回来啊。
你给他们一点压力啊！他隐身在后面，你也隐身在后面，那你也隐身在后面，那这是怎么打呀？还有他玩能不能？我操！我刚刚问你，你知道二楼的吗？对啊，我回不了他，我很紧张。哇，他们人马上要从那都出来了。他把那死人一黑，你直接他两秒都来，一刀就秒掉了。你可以看他的屏幕的，我说你看他的屏幕。你等我先推你再笑，我操！我要推销了，他妈是先死的。这地方我推不下去，要等你把他吸下去，我操！死在左边，死在左边。看到了，我挡了，我挡了，我挡了。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让你先。向一坐，向一坐，向一坐。哇！对啊，就是你们踩到好二楼吗？二楼吗？是啊，都在二楼啊。对，这麦克这开始放了就必死啊。然后你去找麦克雷了呀？结果麦克不在这边，麦克单走了，就没找到啊。那麦克一个人上来就把我拖了。这边的人杀不掉你们去的，这边的人杀不掉你们去的，他们小美叫放屁。那我们两个一直等着麦克雷，那对面就崩了呀。他麦克雷不干事，你在窗口可以打的伤害啊。我觉得你可以在这里打伤害，你也没脱节，你们双倍也没脱节。打是打了，但是完了你打残了麦克雷。往回看去嘛，他走上就爆点了。不是啊，我觉得这是要你去露头去看的。如果我露头去看，那肯定不走这边，就不走这边了，兄弟。你刚刚技能全部继续在那边，人就杀完了，队友跟上就杀完了。你这种每次都是就没在那个点，没在一个点上面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在上的话，我可能要死人了。那他肯定会杀人啊！如果所有人在杀你，他肯定把人杀完了。那只能说。队友要一起往前，对啊，不行，是一起往前啊。但我一个人压上去肯定就不行。是一起往前，队友一定压上来的呀。你看你走在哪里？我被上过前面了。干嘛呢？他妈的！徐云先看见像你妈给我那副。那我叫他拍了，你再过来一起。上去挂一下。快，他吃虾，你刚好吃那个。我想把这个饭吃了。说起来，我的饭一口没动。你看，吃完了吗？然后，谢谢。然后我刚刚没有跟你说。说起这个，孔融让梨。我们两个肯定都长得呀。那个我们没有。小妹吗？对，这个是。不是，他那个是像蛤蜊的。啊，就是蛤蜊。很大的蛤蜊。服了。那不就扇贝吗？哎，你找到了最后一个，找出你长痘痘了。我就飞机下来长了一个巨大的痘痘，我也是服了。好吃吗？冷漠的点头。快问教练，快问教练。教练说好吃。小鬼应该觉得比较好吃。好好吃，来美国一定要来吃。可以。小鬼就像。开的这个店子是的，就疯狂安利。红叶大哥，要打比赛了，紧张吗？不紧张。真的不紧张吗？嘿嘿，你来，都很淡定。好，加油加油。来玩一下故事。罗文杰加油。谢谢。顾雪绝对不紧张，顾雪你看他一脸淡定。我觉得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，肯定不会紧张，是不是？东哥，东哥紧张了吗？东最紧张。哇，我感觉到了。他们可以暂时就这样。在吗？走。那鼠标你拿上来。教练，你说一下他们比赛坐的位置，就按照比赛坐的位置坐。二二二，然后外设拿出来自己热一下手。今年露脸的机会都没有，我跟你说。那直播吗？直播啊，直播。对，很多人现在观赛已经坐满了，中国。对，还是有很多中国粉丝在看你们，所以说还是要好好打啊。那我们只有进决赛才用那个吗？进四强，进六强就可以用了。就你们只要小组出现，明天就用大场馆。今天所以一定要出现啊！太 low 了吧？你哥哥艾琳。艾琳。
你要上舞台，兄弟，知道吗？我这个鼠标都用不了。我觉得你很多时候你都可以换机玩。第一，就是矩阵加强了，好用，而且你用完拿出来我就比较放心。就你拿出来我就放心，因为你能做很多事情，你又能管双飞，你又能卡狙的位置，你又能去帮奥里莎，奥里莎就如果是拿那你拿地方的话，你就让你鬼狙自闭就行了，然后你要去道具去支援。像猪的话，可能好多阿鲁没办法上去，然后帮双飞也帮不了。但是如果你拿地方，就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一个，如果对面拿狙是麦克雷的时候，我们双飞不能用的是法机，尤其是我们是法机加狙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人去管他。就是如果我在别的地方，我说我管不了狙，那你去看一下他，卡一下他位置，让他注意到你。如果我能管他，你就去干别的，然后我来卡那个狙，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多叫我，叫好兄弟的一起打配合，就。叫人的话好差很多，然后就是小鸟上的主题你不会输吧？他们输了呀，输了呀。小鸟上的主题你们输了。对啊，大了吧？你在看你们打老干爹吗？八强赛、夏季赛？大老干爹是小组赛还是夏季赛？直接被我买了 A 惨路，买一个人都打不死我。巨人又跳出来了，我操！我没打过 M 呀。下一场不是问题了。但 MY 赢了， MY 总冠军，还有1246总冠军。现在你们不是没拿冠军吗？哎，老干爹拿过冠军吗？没有扎心了，完了，估计跳出来说了那么多句被一句话噎住了，被一句话噎住了。这个每次八强，还每次八强输给我了，不可能。冲了，到手忘了，终于。你他妈坐我位置干嘛？突然间大家都出来了。是，突然间大家都出来了。坐我腿上吗？不是呀。算了，我给你坐。东东后面有位置。后面有位置。有。坐吧。是没有中文的吗？对。我在梦里。在哪里啊？你中午吧。变绿了。绿你妈了！你成绩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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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太骚了，看上去是自信的笑容，看上去自信那个背影，袁氏来了，到底有多厉害？我靠！实锤了，要放走。今天播了一模，木马的。游牧人，袁氏也太帅了！哇哦！爱情变绿了。不是，好难受啊！你让我闭着心态搞定。后面会有计划出来吗？有没有吧，我操，原始的衣服外套也太帅了，我想要一件。这个都不能说吗？太帅了。有迪瓦出来吗？这个可以出来，没有。没有。不是什么都不说吗？怎么还在？刚刚说没有，现在就开始放了。人家都结束了。Elsa没有等到他的迪瓦。没有迪瓦的设计吗？他那方这么帅，迪瓦设计不是已经出过了吗？我操，就是里面最近没有迪瓦。哇，然后灵活变阵，然后换什么英雄跟队友说一下，听见没？不要自己突然就换掉了，说一下。哎，这样。我觉得 OK 了，就进去，对面英雄。对面进完了，进房间，进房间了。加油加油！保持平常心，正常发挥就行了。是的，小组赛要打四场的，没关系的。对，放好心。你跟他说话，你要干嘛？
你要他给压力，你就说，你双边你要放大，你跟他说一下，嗯、你说给点压力，你说队友冲上去，还挺不吝的看。加油啊！很多人都不支持你们。对，加油！中国很多人在线下熬夜看你们比赛。ready， 你们 ready 吗 ？ready 吗？都 OK 吗？那我开始了，艾琳，加油！这个巨贼一把剑，他心吧，给他举个凳子来架着举我，我操！不是 ，nice，nice， 什么东西是两次啊？什么东西是两次？我好，你不要绝望啊！我操！他打的什么法器啊？那他妈的超子黑就直接出来黑我了！一壶。抽一狗，俄罗斯国王报告，拿的是，进不了就只能解决。法国赢了，赢了韩国。法国赢韩国。对。我刚刚看这点图，他们就输给了韩国，输给了。加 QC， 等下直播完守望二就过来打，给你们打了。对，打加拿大插 QC 是哈。他已经回来了。好的。已经回来了。就是主。那他们来第二场就拍桌子，拍的。加拿大不会后面全赢吧？开炮了！开炮了！开炮了！冲吧！艾琳。麦克来到了吗？啊？麦克还没到呢。马上到了。nice， 他们两个在里面六个大打输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差了个飞机杯，然后队先掉两个人，然后你干了个营造，然后给我开个大招。接着，今天走了。你快点，快点，一杯，一杯。nice， nice， nice 的。线都别漏了啊！不要线。什么别漏了啊？线脚、耳机、鼠标键，你们别漏了。所有东西都带好。咦？来啦，亚少。找你，原来是这。他们老师说你法器好厉害了，我今天看了确实好厉害哦。我比你厉害，不。厉不厉害？是不得行。厉不厉害？真的可以，现在法器是真的顶哦。这个法给国服第一。空战还是不得行。空战不需要空战，只要能起刷屏就行。今天看你好多次刷屏。空战还行。教练，我感觉那个试玩区人很多的，我们可能排不上。林佳累不累啊？不累吗？感觉自己打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哇，这里太黑了。我肯定要排队啊，兄弟。那完成这么长。我也觉得我们急了。我们这东西怎么排队啊？排不了的，排不了的。Single 会快一点。怎么？今天要排队的话，得排一万年。我操，那怎么办？你要不找？我问一下，哎，我找人帮我们 P Y 一下。我当你的助理吗？谢谢你，大家。那你今天打完感觉自己状态好吗？这一次感觉还行啊。那明天有信心吗？有信心啊。嘿嘿嘿，我去问艾琳。艾琳啊，艾琳是冷漠的 carry 机器。干嘛？今天打完对明天比赛有信心吗？看对手吧。嘿嘿嘿，那你觉得今天自己发挥好吗？我觉得还没有算很好，但算及格吧，至少比我预期的还好。哇靠，你已经这么 carry 了还要及格，可以。东哥今天觉得自己打得怎么样？还行吗？你怎么对自己现在要求这么严格啊？你以前不是很自信的吗？他的鞋子我他妈盯着看的，我偷看，我说兔女郎吗？对啊，我站着在看，你跟我说偷看，我操！教练，你偷看兔女郎啊？不要偷看好不好？真大都没看过。别挡那边了，排队队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们要拿冠军。秋林，我跟你讲，他的性格跟他玩的那个主坦位真的不
不打。对。她是个妹妹性格。就上去打比赛了，待会儿不是第一场不是别人吗？对对对对，下午你们下午就在这个上面打。把它撕下来贴啊！硅胶一体味儿，你要贴上去。可以，你是个好徒弟。旗都插在上面。哦，好，我们不用挥旗了吗？千万不要做奇怪的事情啊，顾雪。他没操作好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好就是先推再吸，就让奥利扎去上了，再吸去他妈都是先吸再推的，最后所以这次就输了，所以之后就输了，就被洗了，所以就被洗下去了。因为你好吸一点，因为这个位置他妈的，我遇到所有地在吸，你一个人先推再吸的，我操，我先吸的，我说这个地方所有地在，因为每次接到的东东这个地方好推吸。肯定是先吸再推啊！我操！我他妈第一次吸到先推再吸。可是这地方你吸的位置不一定是我想推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吸高点不就？地方太大了。他妈站在二楼吸起来直接推下去了，妈的还不是想吸的位置，我操！推加吸有点魔法。医疗是废墟也是吸到底。医疗是不一样啊。医疗是废墟，还有那个医疗是不一样啊。还有神井，还有那个尼泊尔那个。主要这个那个。主要这个点太长了，这个点太长了。阿四，你他妈这个菜，真的这点太长了。没有，就是东东菜。你推完就上去马上。吸起来那么高，一推下去死。哇，这个传送，我这种天上吸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没有吸地面。你这样，对啊，吸天上的时候推不下去。直接学的。他快落的时候，跟着你接着推。他路上还开加速，又推到旁边。没有做到然后韩国、美国就打个二比二，所以今天比赛取消，我们的飞机票取消。不，我们打到晚上深夜。今天已经回来了。走了吗？对啊。我不知道，待会儿月底。你那个 DJ 不是 K 姓的吗？没上吗？他是 K 什么？他又不是法国，他是英国的。哦。在跟他。然后我们来开个会吧，这么大法国的事情，快点！我一个人就先去双飞，然后你这边就打赢了，你爹爹带着加速，碰到死神，我就冲过去了。然后金波，你记得上次我们怎么说吗？我们第一次防守输是两次你都被死神双飞抓了，你到二楼那个
桥上面，上面直接来找你，你就直接被刷，你就直接被杀了，我们直接开始掉人。下这个狗，我们要不要换个打法？不用啊，啊，不用啊。我的狗，我觉得完全可以拿黑影得了，黑影打狗，黑影那个桥洞随便打随便黑，你比较，反正双方可以追着他们，然后黑影死的吗？黑影对吧？黑影死的，肯定黑影死的。你铁拳怎么杀铁拳堡垒？你铁拳怎么杀堡垒？铁拳给的压力就是更大，对，推不动堡垒主要是。我们玩过黑黑那个，真要二比零的，真要二比零的，不会，刚刚我韩国只推到了零点多，要不来找吧？走吧走吧，先到三吧，我这边有这种三个，你这边就能上，对，要不你先去上一个，你把收起来，你所有玩全都拿好。恭喜米露男啊，各位！教练打法国有信心吗？又没有，每次问你，你都没有。走，我现在跑。对啊，不然呢？对啊，交换队服仪式现在开始，去吧。就当是给一个礼物嘛。他说这根本不是网上这么打。给我一步之遥啊，兄弟们！手机先放，先放在包里，先放在自己包里，反正包不带上去，先把手机都放在自己包里，然后我们准备走。走走走，冲冲冲，兄弟们！水水水，一人一瓶拿好。谢谢。Thank you, Danny. 放轻松点，兄弟们，没问题的。我们马上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多沟通，多沟通，多听队友说话。兴奋起来，兴奋起来！哇，不可能打季军赛的，兄弟们。哇，我们要跟韩国打季军赛怎么办？他们肯定卯足劲跟我们打。怎么就无所谓了？季军赛已经无所谓了。怎么就默认输给那个法国了？没有的，我们在毒奶自己。怎么跟打季军赛就争夺？反正前不是小组做不了线了，还是前说是小组做不了线。你在镜头上说了，当时我别人首先给人进场，拿好东西上台，拿好东西上台，进了准备解决，加油，兄弟们，助攻，加油，兄弟们，可以，别啊，很帅，吴以亮，啊，别再说了，加油 ，carry machine， 一狗加油。加油！加油！打嘴！快点！来，他哥！大哥，你也慢点！你跟我一起上，然后我给你是吗？我等一会儿来找你拿。我放哪？我放哪？你先放在。座位上，我马上就来找你。你上去的时候不要拍，我在外面拍吗？我在外面拍。万一我违反国旗法怎么办？不会，我马上就来。就很正经的拿着它。放桌上可以吗？啊，放桌上。我马上就会来拿，你一上台我就会来拿。举起来吗？就这样拿着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But it's definitely hunting for that gold medal. And there's multiple Overwatch League players on this team as well. Oh yeah. Thank you.
我被敌人杀了，你说。我被 DJ 杀了。寺庙，我们最后99，被寺庙翻盘了。我没被铁人锤死，我在那边上看着你被那个铁拳一顿乱锤。不是被铁人锤的，我是被 DJ 打了我180滴血，那铁人捂了我一下。DJ 全是 DJ 打的我，昨天 DJ 追着我锤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少吃点，少吃点，吃完会塌饭运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们要赢几个点啊？一是几个黑影，一个 Diva， 看情况换的。猪，你就是可能要换半钻，有些情况下，觉得这半钻无敌的时候，或者双飞加半钻，双飞加半钻，七加勾这种。我一亮，回去。我很想看他们输了什么表情。你记得跟观众挥挥手，我知道。Now without any further ado, I want to get this going. I want to get those teams on stage. So please make some noise for Team USA. 然后关键 Super 在后面说 USA USA， 然后 Super 出来了，妈耶！他就被抓回去，是最糟了。对，本来想让 Super 穿，后来想算了，他们就将错就错了，笑死我了。Aaron Garst with ESPN. I wanted to ask, what was it about Team USA in this final game that took you off guard? You know, what was unexpected about their strategy? 小组赛方面，给我今天的思想态方面，因为我们对决赛的第9和10的训练比较少嘛。然后觉得今天美国队的双 C 怎么压起来，怎么压也非常大。OWL 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去调整，如果我们一开始打得不顺的话，我们后面还可以有东山再起的可能。但是世界杯的话，我们时间非常短，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打出最好的磨合和最好的配合。所以我觉得的话，这就是世界杯和 OWL 的区别了。知道我们打多拉多拉就是。有 EAP 的时候，我们反而说团战这种情况，还有就是对面给的压力比较大吧。上次就一波又一波的突进，然后我们就没防守好，就对，就这种情况。
然后还有一些图也输的比较可惜，像第一张图、第二张图，其实我们都有机会赢的，但是就是没把握好，残局的时候也没出一个。差不多基本上就没怎么打过，就是训练赛里面，因为我们都是准备小组赛比较多嘛，然后就是控制桶里面遇到堡垒的情况也非常少，就几乎没有遇到过，就是在深井啊，还有在废墟堡有多少的堡垒，其实我们都是没有打过的，但是我们其实打得还算不错，就是最后一波没处理好就输掉了嘛。拍个照，没有，卖完了。Good job today. Amazing reason. Wait, that I win. Yeah, dude, I win pops off. Ah, wait, I win. Yeah. Aspen. No. Let me take a picture.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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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Yes. Hi. Hi, buddy. How you doing? You okay? Yeah, we're starting together. Yeah. Good. 打得超好。没有啊。Yeah. 真的打得超好。Yeah, good. 蛮好消息的。You want another one? Let's do it. Get him in there. Get him in there. 来。你签不完了，谢谢，我告诉你。谢谢，谢谢呀。好，现在我是一个铁拳粉丝了。可以可以，是我们狗群主的粉丝，这是我唯一一个不痛恨的铁拳。小鬼小鬼小鬼快，小鬼小鬼快去，Are you guys ready? Three, two, one, cheers! DJ, DJ, DJ! 刷 DJ 就行了。Nice! 我操，被砸了！我操，被砸了！他们没有小美，他们没有小美，他们别离车，等双 T， 等双 T， 你们别死！我摸车，我摸车。坐坐坐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来来来，我摸不了了，摸不了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不要不要管，不要管，保重一点，保重一点。要黑影就行，要靠。死神看了吗？没黑影的，死神女拳。有没有死？有没有死？新马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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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马的。没有死，没有死。来！领奖牛逼，大牛逼！